他现在处境很危险，咱们得帮他。让这场管闲事，你他妈的就这么不让人省心？我让人弄死！ 当年是你带着弟兄们一块发财，出了那么大事儿，也是东哥你一个人扛着。他什么都没干，我被人算计了，你把我做了。你们都跟我有啥关系？我给你们一个改天换命的机会，500，换你20。那事儿啊，我自己扛。 说了算。